过几分钟，看一下，才过五分钟哎、欸。慢慢吃，慢慢吃，真的不行。不要走，不要加跟我说，再加纸条。又是一个平静的高雄夜晚，这次又有什么巨大美食在等着爱丽丝呢？拖着沉重的步伐，深吸一口气，踏进了怪兽汉堡和他的产地。怪兽汉堡 Monster Burger 位于高雄市新兴区，从高雄捷运信义国小站步行只要五分钟，超方便的。好了，准备，我们的怪兽就要来了。爱丽丝这个小家伙最喜欢到处挑战大胃王的。这时，老板喝了一口水，很开心的分享：“跟你炫一个小 table， 慢慢吃，我已经比你吃很快了。”是我慢慢吃，慢慢吃。OK 吗？可以，谢谢。看来爱丽丝没有打算照老板的建议，仍然照着自己的步调吃下去。很快的，她吃完了第一个汉堡的两片肉。第一个，他把面包分开吃，我非常的有技巧，面包分开吃。上位上位。哦，懂懂。哦，哦哎，会会，他很厉害，他是有战略性的，他不是拿起来猛吃那一种。要再吃过1000块啊，可是这个总价值超过1000，那个总价值1300，整个汉堡的套餐才2100。他免费，对，免费。哇，眼睛好像聪明哎，好聪明。他吃了法式火锅，他现在先吃肉，再吃面包，再吃薯条。我在想，对，他应该是有练习过，他在原地做汉堡，然后练习过。太认真了吧？加油！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我觉得你需要慢一点，因为你太快了。紧张哎，前方哎，啊，这怎么不上场的啦？真是辛苦店家了。接下来我们吃第四个汉堡的肉片。如果你需要喝水，可以跟我们讲，再帮你倒一杯啊。好，喝了，很好。一杯哇，如果能够多加一颗，爱丽丝一定会非常开心，因为他们家的汉堡真的非常好吃。来20，再加20分钟。哎、欸，他真的是有技巧的，可恶，这段影片不能放上去，大家都学到这一招。怎么这样？影片的剪辑到最后，我们要吃完了。要到第15分钟，规则是在哪？规则是调整。哦，然后剩下面包了，最痛苦的时候了。面包它煮的最痛苦。老板真的非常幽默。我觉得你可以的。谢谢老板，这家店的气氛真的很棒。现在才。还有19分钟。
慢慢吃，慢慢吃，真的不想。不要急啦，不要急。你要加跟我说，那家是强。他是强哎，他说吃完哎、欸。你都使用美色之术了，赶快交给你。谢谢。我保守。好的，目前剩下了一些面包还有薯条。17分钟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他这个很猛哎、欸，我觉得他会成功，怎么办？我干扰他了哦，地震，地震！太好了，虽然有口头地震来捣乱，不过爱丽丝仍然照着他的步调继续吃下去。那我们要分吗？对，他这是有技巧的，好厉害啊！大开眼界。剩下14分钟，哎、欸，我现在要成功。是的，剩14分钟了，太强了，太强了。吃了一个段落之后呢，爱丽丝开始把台面下的食物残渣放到台面上，就怕最后忘记吃了它们。时间过了十几分钟，饱足感也开始慢慢上升了。11分13秒。焦虑，我在焦虑啊！你看到我在焦虑吗？那边走来走去，那边水焦虑。看得出来，老板真的非常焦虑。哦，薯条，薯条，薯条，大薯条，海山酱。是的，薯条就是要配番茄酱，这样才会特别好吃，也可以转换一下味道。6分钟哎，都快吃完了，老神官，太强了，太强了！太好了，爱丽丝，剩下最后几根薯条而已。Oh no！太棒了！这一次总共花了21分14秒完食。谢谢。啊，得奖感言说一下。哦，好饱，好饱，是不是？现在汉堡很好吃的，口味就 OK 就对了。最后第一口还吃得出来。真的。好，谢谢你的参加。谢谢老板。观众有什么想说的？很敷衍哎，你可以鼓励，放心点，欢呼一下，欢呼一下。好，非常棒，很快拍到你吃完。来一个帅气的姿势。OK。好讨厌。好爽啊！好，休息一下吧。恭喜爱丽丝挑战成功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喽。喜欢看大分量美食的观众，请持续锁定吃饭兄弟频道。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好强哦！
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